耶，大家好，我们直接入。好，这一次哦，好，来三、二、一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LJ， 今天能够入围台大杯，很开心，然后能够跟这些长辈啊、同伴一起跳。我也觉得在这段期间之内，我也学到很多，然后希望我们今年台大杯可以得到好成绩，谢谢大家。Hey!
谢谢 L Drop。最后我们的第一名，第一名会获得40,000元的奖金，还有 Timber 的赞助，破色队伍每人一人一双黄靴。雪球老师和 Simon 老师为我们颁奖。赶快拍照啊！他们两个要干嘛？玩呢？在玩。好。你要那个 pose 啊，最近很红的那个 pose， 你知道什么吗？阿帕契啊，知道吗？还要敬礼啊，右脚右脚。好，对不起，好，我们第一名是 Edra， 请坐上台。真的不多啊，真的太少了。对，从我2002年沙不会比赛到现在，我每次比台阿杯，每次都真的是很辛苦，很辛苦。2002年我就比赛，然后到现在快30年，我已经32岁，我快跳不动。为了这个比赛，我一个月不吃宵夜，你看，这对我来讲真的是，我怕我跳不完，非常的煎熬。所以，对，然后今天。又很有幸可以在台北市政府，对，这边有很多那个公务员啊，如果希望你们那个台大的学生真的很可怜，他们很辛苦，我们可以跟文化局啊，或是台北市政府一起做这个合作赞助的事情，我会在今天谢谢的这些台北市政府跟文化局，然后，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爱超过葫芦打入模式仙女 Air Drop， 谢谢。谢谢大家。
恭喜。那今天我们台大杯的决赛就到此结束，谢谢各位观众朋友还有评审老师们，谢谢。那所有。